公之奇，见甲道。上次课咱们说到典章制度是古汉语里边一个比较大的难点但实际上讲清楚了呢，大家看也不是那么很可怕了这个招募制度一讲起来，翻译成现代汉语何等的简单就是谁谁谁的儿子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可怕。这个刚才说的这些世系实际上它虽然不是典章制度，但是也是这个古代的，就是说它已经不属于这个字词范围的东西这些东西呢，现在查古书呢，这个世系呢查古书还是能够查到像刚才咱们课件上画的这个图底下注明了是根据史记这个来绘制的，史记记载呢还是非常准确比如史记呢，它记载了商代的这些君王的名称和这个排序，原来呢就不知道它是对还是错有学者呢还对此有怀疑，但是自从1899年这个甲骨文发现之后从甲骨文的上面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史记里边对商代的世系记述是非常的精确商代呢是离这个西汉很相当远了所以他对于这个晋国这些虞国虢国这个时期呢记载呢应该比那个可靠更为可靠可靠性更强所以这个图呢应该说也是靠得住的。刚才咱们讲到了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重桓庄之族，桓庄就是他的祖父曾祖父的后代这些后代也就是他的叔伯兄弟有什么罪而以为重。刚才说了，就是而以他们为杀戮的对象，如果死役的话可以这么译活役就是说把他们杀掉不为福乎这个福字在这儿呢要多讲两句。刚才说呢，桓庄之族就是说他的叔伯兄弟都被杀掉，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晋献公他为了加强集权，为了把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里，他用他的谋士的一个叫士韦这个韦字是一个草字头一个作为的韦草字头一个韦字，士韦之计，把他的同族的兄弟通通杀光了这是历史事实。不为福乎，这个福字呢，在大家看其他的一些课本或者是对左传的注释里边，很多都注释为逼迫的逼或者解释为压迫但是在咱们课文里呢对这个字呢做出了新的解释这篇课文呢是我的一个同学叫周红的我的大学同学，他做的解注释这个注释呢很长这个注释可以说是一篇小型的考证文章这个周红同学呢，他现在当然老师了是吧？周红老师呢，他对这个左传呢研究很有心得他对这个福字进行了各方面的考证研究他首先从文字的角度考证这个福字从说文解字里边呢，这个他认为这个福字单立人这个福是后起字，它的本字古字呢是福，就是没有单立人这个就是姓福的福的右半边还是念福。说文解字里对这个姓福的福的右半边这个福字的解释是满也就是装满的满向高厚之行，独若福就是又高又厚读音呢是福。然后呢周红老师呢他又从史历史事实是来考察
据《左传》《国语》记载的，桓庄之族啊，就是说这个晋献公的这些同族的兄弟，对他并没有压迫、亲逼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不为服乎，这不应该是压迫的意思啊，这个服字不应该这个解释为是逼字，逼迫、压迫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不合，和历史是不相符合啊。那么周红老师认为呢，这个服字呢应该是就是刚才说的满、高厚啊，就是很强盛的意思，很厚重的意思啊，在这儿呢指的是他们的势力强大啊，所以呢这句话呢就可以翻译为啊，就是他们晋献公呢把他们杀掉，不就是因为这些同宗兄弟势力强壮啊，势力很丰厚啊，发展的很强壮，这样才要把他们消灭掉。下边这个公之奇接着说，亲以宠服犹伤害之，况以国乎？就说这些亲戚啊，他们以宠，就是因为宠爱啊，这些桓庄之族，他们因为是亲戚受到宠爱而力量强盛，势力强大，犹善害之，晋献公尚且要把他们杀掉，况以国乎？更何况是其他国家的强盛了，那些呢只是他的同宗的叔伯兄弟啊，势力强大了他还觉得威胁要把他们杀掉，那更何况其他的国家的强盛。这个刚才可以说呢，这公之奇他举出这个例子呢是非常的这个有说服力啊。愚公说的是晋无宗也，其害有哉，他们跟我是亲戚啊，晋国跟我是亲戚，他怎么会把我灭掉呢啊。他说你是亲戚啊，公之奇说你这个亲戚怎么能够跟国国相比呢啊，又怎么可能够和桓庄之族相比呢啊。这个晋献公把桓庄之族，就是把他的这个同宗的很近的叔伯兄弟都杀掉了啊，更何况你这个十几代以上才数得着的亲戚呢，是吧？所以他这个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这个愚公呢，看来这个人呢也是很固执啊。公之奇这么劝他，他仍然是固执己见。他说了，他又想出了另外一个辩解的角度。他说什么呢？公曰：“吾享祀封节，神必惧我。”吾享祀，享祀呢就是泛指祭祀啊，这享也是祭祀的意思，祀就是祭祀啊。封指祭品丰盛，这个节就和这个三点水的那个节相同啊。咱们说过，这种字叫这个有三点水的和没有三点水的啊，叫古今字啊。这个节字儿，由于它的引申意思的增多，为了区分这些引申意思啊，区分这个清洁的洁和其他洁的这个不同，所以把它加上了三点水啊。咱们清洁嘛总是要用水，所以这个清洁加上三点水呢也是很合逻辑啊。这个洁呢就是指这个祭品呢很干净啊。吾享祀封节呢就是说我的这个祭品啊又丰盛又干净啊，神必惧我啊。这个祭祀呢指的是祭神啊，惧本来的意思呢是依靠啊，在这儿指的是保佑啊。我给神的祭品又丰盛又干净
那么神必然会来保佑我。龚志奇呢又对他的这种论点呢进行反驳，然后大家看怎么反驳的。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一。故周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又曰：属祭非心，明德为心。又曰：民不义物，唯德一物。他这儿呢引了好几段周书上的话。这几段话呢现在都被这个所谓的伪古文尚书里边采进了。在现在的伪古文尚书里边可以看到这几段话。臣闻之这好懂，就是我听说鬼神非人是亲，唯德是一。这个唯德是一咱们下面呢又要讲到也是咱们这课的重点之一，就是这个所谓唯是结构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这个呢唯德是一，唯德是辅，这个可以说是很标准的唯是结构。这种唯是结构在现代汉语里边也还有比如成语唯利是图，唯命是从。咱们俗话就是平常经常说的唯你是问这三个大家想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唯是都起什么作用。这个是唯利是图，唯命是从，唯你是问，这个是在这儿都是构成倒装，构成倒装所以这个唯利是图它的正常次序就是唯图利唯你是问就是唯问你比如说这事儿我交给你了，如果要出了什么毛病，唯你是问就是只问你这个唯就是指的意思唯图利就是指图利唯命是从也是就是唯从命所以这种结构在这个左传里边大量出现。像咱们这篇课文里边标准的就有两个，唯德是一，唯德是辅，还有很多变形的所谓变形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江国世灭这个它不是唯是结构，但实际上它还是用是构成倒装，所以呢可以认为是唯是结构的变形还有其是之谓乎，这是咱们上前两次课学的这个郑伯克段于鄢最后一句其是之谓，这个之就相当于唯利是图的那个是，也是构成倒装，所以它也可以看作是唯是结构的变形。像咱们刚才讲的取虞国之谓也上节刚刚讲到的这个也同样和其是之谓唯你是问这个结构都是相同的这种结构还有一些变形，你比如说这个有的能够很长像尚书里边，尚书有一篇叫牧士，这个咱们过几节课就要讲到，它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乃为四方之多罪，不讨是从是长是信是使，这个变形就变得很厉害了咱们说的唯利是图唯你是问这个都是四个字它这有十多个字，而且前面是一个唯，后边是四个是唯四方之多罪，不讨是从是长是信是使它正常次序呢就是乃唯从长信使四方之多罪，不讨虽然它这个变化很复杂但是
归根结底都是这么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用势构成倒桩啊，说起来也很简单。所以以后碰到这个势或者支啊，有的时候是用支啊，有的时候呢它也用别的字儿。你像咱们下文这个维德十一上边啊，维德十一上边这个鬼神非人实亲，同样是这个结构，这个实和这个势的作用是完全一样啊，所以这个正常词义就是鬼神非亲人啊。这个亲人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亲近人啊，这个亲是动词。所以啊，这是陈文之，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一啊。就是鬼神呢，他不是不讲究这个，用咱们今天的词儿说，不讲人际关系啊。他不是说啊，你跟他套近乎，他就来保佑你，不是这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唯德是一，他只依从，只保佑那些有德行的人啊。故周书曰啊，这个周书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周书呢，现在已经失传了，到秦代以后就失传了，所以呢又叫异周书啊，就是失传的周书。就是有些句子呢在现在的微古文尚书里边可以看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皇天无亲啊，这个也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就和鬼神非人实亲的意思是很接近啊。无亲就是说他不亲近哪个人啊，就是不拉人际关系，不搞人际关系啊。唯德是辅啊，唯德是一，唯德是辅啊。